作为一名 NBA 球迷来说，不管是四大分类还是风尘四侠，他都是我们心中的记忆。这两队代表着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的球迷，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怀着一颗热爱篮球的心，哪怕是那份热爱已经埋藏在心底，再也不愿拿出来。但别忘了，你曾是少年，要归正传。若这两队 PK 谁更强呢？待我慢慢道来。四大分类，科比、麦迪、卡特、艾弗森全都是进攻高手，他们四位都是名人堂成员。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，除了科比之外，他们另外三位是无冕之王，天赋是詹姆斯牛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因此他成就也最高。 ESPN 主流观点，韦德巅峰足以比肩科比，同位置历史第三，科比第二，只是运气差了一些，半月板和肩伤。麦迪和卡特同毁于伤病，一个先天一个后天， AI 真的无话可说。仅仅以篮球层面而言，排除影响力和情怀，很明显被高估。打法伤害球队，进攻效率、防守效率和助攻失误比也远远不及保罗、艾弗森和保罗。四分之六开科比和韦德，四分之六开麦迪和詹姆斯，六分之四开卡特和安东尼，六分之四开综上所述，同在巅峰的话，估计要互爆。但是球场上面瞬息万变。这只是小兵个人看法，对于这样的历史对决，你的看法呢？